今天把燕许扎跟赵雷他们放第二队，所以我就把会唱跟一个会跳的放在一起。我觉得他可以去平衡燕许扎跟赵雷。齐哥，其实真的挺难的，因为大眼睛很可爱，所以我下一组出来的这一对，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挺大的挑战。因为在上一场他们已经失误，但是可以逆袭成功。王玉威、陆思恒，耶、yeah. 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你们现在是从第八名到第六名，第六名可不可以升到第四名？因为你进步的真的很多，但是我相信你进步了那么多，你一定还有更多进步的空间。好，我会努力的。其实还好吧，我能够唱快歌，也能够唱慢歌，也能唱高音。就像韩国老师当时走的时候说，他说希望我能成为中国一个比较好的歌手。不爽，对，有点不爽。就我其实一直都是比较绷紧着状态的人，很专注每一分每一秒在台上，但如果我有看到他有一点点松懈的话，我就会有点不爽。你现在不做出来什么时候做出来？你不能偷懒啊，我让你练，你这个累的他是说我不奢求拿什么第一，我过了淘汰线就好，现在过了，不会被淘汰了，满足了已经，所以就松懈了。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些休息的。我们现在的话练得太多了，所以这是我最近要放空自己的一个理由。然后我希望他们可爱一点而已，因为之前那个吴彦的金比较 man 嘛，然后有一个很大的反差。特别欢乐，特别开心的一首歌，这一首歌跟他们的舞台表演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问题。但是31号那一天我看到他们的那个彩排的时候，我就啊，大步大步，默契还是默契。我觉得他们的动作太不整齐了，我就在想有什么东西可以去 cover 他们那个不整齐，所以我就想说哦，好像我们常常演看演唱会的时候会撒一些纸花，就是去尽量去帮他们完成他们的想法跟梦想，然后我希望他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镇住这个舞台。就这样，有请陆思恒、王玉威。
强行卖萌。齐哥，他们这个舞蹈你是怎么定性的？我想问他们属于什么风格的？这一次他们想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差，所以就挑了一个热情又带点 sweet 甜蜜，有甜到啊。我特别想说的就是，第一句开口如果没有把人抓进去，我们就很难进入一个这一首歌表演的世界。我觉得其实直到后面你们两个人一起跳动起来，我才开始进入状态。当我进入状态的时候，这个歌已经到了 ending 了。这是真的，这是我们这一支舞蹈表现的一个失误之处。齐哥，你觉得跟彩排比起来，你觉得哪个好？现在真的好太多了。彩排的时候，我说真的，我还是特别担心。其实应该这么讲，王玉威他是从什么都不会。他进来的时候没有那么好的，但是他有现在这样表现，其实真的是很厉害。好吧，我已经有决定了，二位呢？嗯，我也决定了。冯翔，谢谢你们，请继续加油，期待结果吧。谢老师，我觉得两个孩子都很卖力，就是你会觉得他很忙碌，忙碌又不等于酷。他跳了很多种的舞蹈，但是。我其实好像就看完以后，我其实不太能够有印象。怎么了？咋了？我怎么就变成不会唱歌、不会跳舞了呢？你知道你刚刚失误了吗，王一威？那边你快了。哦，我快了。OK， 真的快了。我失误了。你的练习是你自己一个人练回来的，也不关我事。行了，没事，挺好的一个表演啊。对啊，我也没帮扶，没光那个，这是他自己努力回来的，对不对？那他生什么气啊？